七堵区郑明里里长谢连堂亲自发动机器，全副装备，带着里内志工以及和乐狮子会狮友们一起打扫里内街道环境，也分赠弱势民众生活物资。为了让里内家园更干净宜居，利用环保日，七堵区郑明里长谢连堂就会亲自带领社区志工们打扫里内街道。基隆市和乐狮子会也特地前来帮忙，一起响应基隆市政府推动的干净家园政策，并且捐赠生活物资给郑明里的弱势民众，也受到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的支持和肯定。来给咱迄个里内清洁环境，而且佫给咱提供一寡物资，予咱里内较弱势的比如讲便秘啊，还佫有一寡日常用品。真的是非常感谢，还有感谢我们今天呢，我们里内的连长跟职工们，拢来甲咱里内吼打扫。其实阮平常时啊吼都咧做，平常时都咧做，今仔日咯特别的吼，真正感谢讲咱的狮子和乐会哦，咱共襄盛举，非常感谢，也特别感谢哦，我们副议长，知影这个信息，而且的时阵可能是中间哦，忙嘛，来甲和乐会鼓励讲哦，这个社区服务啊，感谢特别的选择郑明里，非常感谢。狮子会的五大志业里面，我们今天就有一个环境党。然后配合我们，还有刚好有一个爱心人士，他捐了10000块的现金，叫我帮他买米，帮助弱势。所以我就想说，那就配合救助饥饿，关怀弱势。所以我今天就有准备了米跟面，还有爱心伞、药皂、还有牙膏、民生物资来帮助这个弱势，希望能够尽自己的一点点心力，然后打造这个社区有爱的社区。就是里面都有一个环保日，那是不定期的环保日。那非常谢谢我们里长他集结了一些志工，还有里长的一些长辈一起去出来这个整理环境那非常谢谢你。那也要非常感谢我们的那个和乐狮子会的潘会长，还有我们振兴校园狮子会的小弟，我们的小朋友就是像我自己儿子一样林会长也结合他们一起到我们社区来整理环境非常感谢你们。那今天我们因为借由今天的这个环保日那我们这个振兴这个校园狮子会，还有我们的和乐狮子会，今天捐赠了非常多的一些物资给我们郑明里需要的一些一个家庭能够帮助他们，非常感谢你们，谢谢。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进一步表示，里办公处结合民间团体，共同携手合作，不分你我，让里内社区民众能够有更好、更和谐的生活环境，值得推广。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